个活中中华，今天他要跟人家合唱，不是跟我们这个现场的歌星，好像是跟我们这个现场歌迷啊，歌迷朋友，这两个歌迷音乐水准也很高。是是是，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三位来一起来来，林兆奇、游秀慧。没有，不是你说给我的温柔，我只是说不出口，已被习惯等候。在每一次交谈中知道彼此的感受，在每一次的争吵为对方找寻借口，在每一次妥协以后试着从彼此手中逃脱，却连放开彼此的手也不能够。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我才要问会不会有些认真，别再沉默，快对我说。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你这样问会不会太过天真？你从不对我说，我该怎么做？我俩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歌唱《七彩湾结婚进行曲》。亲朋好友去参加国中华结婚典礼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突破一个新郎娘的新娘的一个婚礼，算不算恋人？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三送福房啊。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你这样问会不会太过天真？为何你从不对我说？我该怎么做？我俩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哎呀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哎，这两位歌迷啊，往前面走一点，来，是，来来来，王姐，来，这是，你们是哪哪哪？哦。什么学校？哪个学校？建行工专。建行好，建行工专在中立。这个、哦、中立，我对这个学校非常。他们每次经过学校的时候，还会走过那些夜总会，对不对？班长。啊？现在改了没有？现在改了没有？改了。改了。对，我对建行工专，我常常去。以前。两位怎么会想说跟那个陀中华一起合唱？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不是喜欢陀中华呢？啊？对啊。除了喜欢之外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有没有什么？唱完歌有特别的要求，什么达成你的心愿啊，今天就可以完成了、啊、美梦成真好不好？啊，我要亲。哎，那叫眼睛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。好，来，不能笑，不能笑。怎么你抓我来亲你啊？我说，对啊，我正好亲呢。你快点呐、啊！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不要。好、哦。来，来扬帆。杨凡，什么话呢？这边也要亲一边呢、啊，这样才能够平均啊、哦哦，要均衡你一下。是是是，来，一起来跟我用左手来、啊、均衡你一下。对，当有人亲你左脸的时候，右脸给人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瓜哥，那你蹲下来一点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抱歉。好，那杨凡一边左一边右，那你亲中间的有力啊。
你不要吓我们好不好？国中华最近的、谢谢两位，这个两位同学，谢谢，谢谢国中华聊聊天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最近要出新唱片吗？对，最近出第二张专辑唱片，叫做《因为我会担心》。因为我会担心，因为我会担心，对，因为我会担心，担心担心什么呢？像我担心是明年会不会加薪啊？每个人担心不同。对呀、啊，制作人就担心明年还做得下去吗？啊，曹兰更担心了啊哈，曹兰担心都曹兰担心什么？能不能长高一点？曹兰担心的事情就你跟哥一样，担心太多了。对啊，其实也不用担心，他早就意料中的事，不用担心。你也不用担心了、啊。好，我们谢谢陶中华，陶中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接下来又到了这个天王巨星。哎，他们上一次来在我们钻石舞台唱了一首这个《酒干了汤微博》啊，大家真的抱以热烈的掌声。是是是，今天来唱《一样的月光》，这两首歌都是旷世巨作。是是是，啊，由这位奇才来唱一下，一起来欢迎这位苏炳小姐。一样的月光，一样的照着心电心，一样的冬天，一样的下着冰冷的雨，月光一样的照在心里，心
再真正这个体会了。我们钻石舞台开播到要6年，真正唱在现场，唱的是无人能比的。刚刚那首这个《中国一定强》，他改最后那一句那个、哦，光那一句啊，真的是哦，真的练8年10年了。高难度的，因为刚刚你跟那个文章一直在唱那个高音啊、哦，我刚刚在后面已经在练习了。哦，这个阿多利不只有最后那一句我特别高，哎，可是高到跟刚刚好，听起来很舒服。哦、这个要请文章来专家来鉴定。文同学，啊、您觉得刚刚那一句有什么缺点？哎，有什么瑕疵没有？已经唱到有几点？你告诉我，不然呢？没有，真的是，这是我非常崇拜的偶像。谢谢。歌唱方面，这是我们大家的偶像，真的是实力派的唱将。只要懂得唱歌的人都会崇拜他。对，像曹兰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就表示。哈哈哈哈哈！是五个灯啊！五个灯吗？五个灯。哎呦，你看，把那五个灯来形容，因为人家歌唱比赛，你看看，他已经没有灯可以形容了，已经没有灯了，他是绿灯了啊，永远通行无阻了。姐姐是万家灯。哎呦，这个形容就不错了。哎，那我干脆点光明灯，你看这。可是万家灯火有时候只是适合在晚上而已。对，这个其实苏烈这歌声呢，真是没有好像，尤其上次唱《酒干倘卖无》，这是一样的音乐，都是我们苏烈的最典型的代表作。其实杨凡跟胡瓜，我说两句讲啊，就是其实我们歌手啊，常常在表现的这个唱腔哈、啊，对，会是局限于在很多不同，就是说那个位置。哦、可是你们两位真的是我觉得太难得，因为去模仿，然后把每一位歌手这样子特色啊、哦，其实我觉得比我们歌手啊，真的还要更突出，因为不容易。你叫我去学，你要我去学人家唱，还学不来。这个终于说出实在的话，真的是内心的话。我在讲，绝对不是在捧你们。苏烈，我跟你讲，苏烈是很实在的，实在的一个，看到他心里话的，其实看到他就好像想到我母亲很诚实可爱，就诚实啊，不是说他女人。不要形容你母亲可以不可以？说你大姐可以不可以？啊、哦，我大姐不诚实，但很诚实，还在做那件事情，但很诚实。哦，真的是，他说话呢绝对不说谎话。胡瓜出的唱片，我觉得他们跟我们比较不一样，像我们出唱片可能要求这样，因为出唱片比较久嘛。胡瓜出唱片都针对了一些某一些观众，跟他节目有关系的，哦、是，所以你唱出唱片会比较辛苦一点哦，因为我你不要再讲下去了。没有，但是胡瓜出唱片就听到他自己原有的声音，哦、是，就是胡瓜的声音，模仿是一回事嘛，原始的声音，是，对，我们统统往前，好，今天呢，大家或者歌唱比赛啊，每个人关，对，这个对。等于是歌唱的这个观摩啦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，每个人特点优点在哪里，该改进的，该求进步的，该怎么样哈，所以应该知道了。谢谢每一位来参加，我想最要努力求进步的就是我们两个了。应该努力让观众朋友多多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啦。我们更精彩的节目稍微休息一下，欣赏我们的钻石舞台。来，我有胡子呢，我还有胡子，老太太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这个一次是5000块钱，好不好？没有说话表示好，好不好？5000块钱，好。